是两位韩中央的重要领导人，五七大兵和贝勒爷。不要带他。昨晚怎么照顾的民族啊？昨晚我们就挑那个菜，这是雕哥。那不行，那个民族真的。你会包饺子吗？当然，除了会包饺子，不会干别的。哎呦，不过光会弄豆腐嘛，怎么弄饺子就行了？豆腐他哪会弄啊？豆腐人家豆腐忙忙啊。姐儿仨都在这儿包饺子呢。哎，老顽主。跳一个，好嘞。行，给点面吧，给点面吧。这边要粘啊。多热闹啊！看来还是包饺子，包饺子多热闹。嗯。好，谢谢平儿。平儿。哦，那边全是赶花。我带你们都照下来，都录下来啊！带你们录下来，以后放到网上去。对。张倩，干活，挑一个。包的饺子，你看多漂亮，好好上一个。秦小燕，看来你是主要劳动力啊。小耗子哈，小耗子，小齐照着这花饺子，照着，照着我们小董，小狗。